上一期的穿搭分享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，那么这期就是配饰分享啦。配饰的重要性就不要我多说了吧，看到最后要听写哦。还不知道送女朋友什么的男生，看过来，月是天上月，眼前人是心上人，你是星旁月，我是漫天星，星星守护月亮，我守护你，加上精美礼盒包装，谁会不心动啊？可以说是实物比图片好看系列。喜欢浅色系，想要爆闪又不浮夸的，看这边，蝴蝶结的设计满钻爆闪，真的就是看一眼完全被吸引的程度。链条上也会有一些小钻，转动的时候就很闪，不灵不灵的。这些配饰都是泛奇的，在德国买大多100出头，同款我放评论区啦。今年是兔年嘛，那么这款就非常适合本命年的宝宝啦。红绳寓意着平安顺利，还能双面戴，送人就很有心意，买一得二，玩的就是性价比。粉白钻组合成爱心的设计，一下子就刻到我的心巴上，直接送闺蜜了一对，寓意相互陪伴，友谊长存。这款也很好搭配，而且夏天不是快到了吗？穿小裙子必备哦。这一期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